归雁，归雁，冻死你算了我，流氓！吃早餐吧。谢谢啊。昨天晚上，麻烦你了吧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没经过你同意就那样的。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我也是。我这是做的什么梦啊？什么叫我也是啊？吃早餐吧。谢谢。昨天晚上。麻烦你了吧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让你自己收拾残局的。客厅的气球我都处理掉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你都忘记了吗？你就没记住点别的？别的？别的，别的什么？没事，不迟了，我要迟到了。没事了，你好一点了吗？没关系，等你回来。帅，这发型绝了，太帅了！像凤梨。你说什么？像凤梨，你像马桶盖儿，真帅。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赞美女孩不仅只限于她的化妆或服饰，还应包括其他方面。怎么了？我肚子痛，贴个暖贴。我跟你去趟医院吧。不用。
还是去趟吧。不用，我大姨妈。那疼得厉害吗？没事，能忍。你很坚强。啊？衣服也叠得很好。啊？表面很平，皱线很直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通常男孩都错误地认为所有女孩都怕谈到性这个问题，一个活泼的女孩和自己喜爱的男生在一起，单纯自然，偶尔谈论有关性方面的话题，女孩会觉得你是个有趣的男人。动物世界。嗯。你知道锈斑雄蜂为什么即将灭绝吗？什么蜂即将灭绝？锈斑雄蜂，因为它们现在不能交配了。为什么不能交配？它们现在感染了一种寄生真菌，名叫雄蜂微孢子虫。这种真菌使得雄蜂浮肿到无法生育。真菌在雄蜂的器官之间的软组织中膨胀，使得雄蜂的身材过于丰满，无法弯曲自己的下腹与蜂后交配。蜂后能够独自生出雄蜂，但必须受精才能生出雌蜂。你能不能解释的通俗易懂点？就是太胖的话，没有办法进行性生活。哦。笑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蛮有趣的。原来太胖会导致种族灭绝哦。对，你总结得很对。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？大西洋月刊。什么月刊？没听说过呀。国外的杂志，师姐带回实验室的。哦。我睡了，你记得关电视。